佛教教给我们，要用三个方法来对付它。啊，这三个方法是什么？叫戒定慧。用戒来对付贪贪，啊，就无爱，啊，用戒律来对付这个烦恼，用定来对付我慢，啊，慢是嗔恚，啊，用智慧来对付我痴。你看看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不离戒定慧呀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祖师大德跟他分类，就是用戒定慧分的。什么叫自觉？我们中国大乘里面所讲的，像开悟了，啊，开悟啊，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有标准的。啊，严格的标准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小悟是正觉，大悟是正等正觉，彻悟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标准就高了。啊，我们一般呢，在一生当中学佛了，小悟都达不到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见思烦恼断了，这才是小悟。啊，这就不是容易事情了。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见思烦恼是执着，你还有执着吗？啊，执着里头第一个我执。啊，我执里面肯定有贪嗔痴。啊，法相里面所讲的执着是摩那识，四大烦恼常相随也。第一个是我，下面三个是贪嗔痴，我爱。你能没有吗？我慢，我吃，啊，肯定有的啊，与生俱来的啊，啊，所以这佛法叫俱生烦恼，啊，佛也把这个称之为叫三毒烦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，都是这三个根生的。啊，佛教教给我们，要用三个方法来对付它。啊，这三个方法是什么？叫戒定慧。用戒来对付贪贪，啊，就无爱，啊，用戒律来对付这个烦恼，用定来对付我慢，啊，慢是嗔恚，啊，用智慧来对付我痴。你看看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不离戒定慧呀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祖师大德跟他分类，就是用戒定慧分的。
啊，但是佛每一次讲经讲开示，不论时间长短，啊，哪怕讲一个小时，里面都包括了戒定慧。啊，那么经典分类怎么分法呢？就看呢，这三条哪一条说的比较多，就归哪一类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三藏啊，叫经律藏。啊，经就是定学，定讲的多，啊，三昧讲的多，啊，戒呢就是律藏，大概是在规矩方面讲的多，啊，论藏是慧，啊，讲慧，啊，分。叫三藏经典啊，啊，经论对付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，戒律对于我们的言论行为啊，这三学烦恼重，你就没有办法开悟啊！不但大悟没法子，小悟也没办法。把这个悟佛的标准降到最低，最低是须陀洹啊，小乘粗苦，大乘粗性位的菩萨，我们做不到啊。啊，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师，啊，老师曾经告诉我，啊，中国历代这些祖师大德，很多都是正果的，没有证到阿罗汉，证三果二果的很多。啊，三果是阿那含，二果是斯陀含，真叫有修有证啊。啊，那么在大乘教里面，像华严经，大概都是六性以下。从初性到六性，啊，在家出家修行人证的这个果位很多，很普遍。啊，七性位呢，等于小乘阿罗汉，出离六道了。啊，到六性，诸位要知道，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但是只要证得初性位，啊，他在这个六道里面，天上人间，他绝对不会到三恶道。啊，他的修行地方啊，就天上人间。啊，证到第七性呢，就离开六道了，啊，那就升到十法界里面。声闻法界啊，王上是圆觉法界，这步步高升了。我们现在的业障啊，比古人重啊，啊，初性位得不到在现代这个时代啊，黄老居士讲得很清楚，修禅不但说不能开悟，连得定都得不了了。啊，民国初年有几个修禅的，
的禅定，那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像虚云老和尚，这他的禅定没开悟，啊，那么现代上一代过去了，到这底下这一代了，连禅定都得不到。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下莲觉老居士汇集这个经本，这还得了吗？诸位想想看，过去王龙书、彭二林、魏默生，虽然都是在家居士，不是凡人呐！啊，真正发大心，利益众生的，弘扬净土啊，汇集这个无量寿经，还免不了下死。啊，哪一个不是希望汇集一个本子，尽善尽美呢？啊，对净宗做出真实的贡献。啊，最后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手上，才真正成了一个完善的本子。啊，真正是五种圆仪本的集大成。啊，他最初的这个本子，这是第十次修订的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定本。啊，最初这个本子非常值得留着做纪念，我们已经请台湾那边呢印1000本，啊，不必印多，真正修学净宗的人做个纪念。啊，看看夏老居士最初的本子，啊，你再看他十次修订的，我们明了之后啊，对汇集本的大德感恩呐、啊，啊，他对于佛法，对于末这个末法时期的9000年，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。自觉这个标准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像释迦牟尼佛30岁给我们示现的成道啊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彻悟啊，在中国慧能大师的。啊，在五祖檐下大彻大悟啊，这叫自觉啊！啊，三觉俱圆，这自觉就圆了。阿罗汉自觉了，没圆满；菩萨自觉了，也没有圆满。啊，一定要明心见性呢。这个自觉才圆满自觉圆满之后啊，还得救他，这个救他什么？帮助别人救。那别人很多还没有救，他怎么成了佛了呢？菩萨帮助别人救啊，就是帮助自己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嘛，
教学相长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不肯教别人呢，你很难觉悟。在教学当中，往往豁然觉悟。有些学生呢，一问觉悟啊，没人问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一问的时候觉悟。啊，所以在教学当中啊，成就你的自觉，圆满的自觉。啊，这叫觉他。啊，觉圆。啊，像菩萨也有自觉觉他，没有达到圆满。啊，没有达到大彻大悟。啊，一定是达到大彻大悟，这个自觉觉他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三觉圆满呢。这才称之为佛陀啊！所以我们用《大乘经》里面一句话，这是佛法修学的真实的目标啊，就是我们所要求的。学佛求什么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这一句话可以翻成中文啊？为什么不翻？叫尊重不翻。啊，它是学佛人共同的目标。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那么在我们经体里面，正觉就是清净心，正等正觉是平等心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后头那个觉字。你看，清净平等觉啊，我们把它用在菩提心上，我上面加了个正字，正觉啊，因为都是两个字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，佛陀是这个意思啊。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